日，陈意涵和助理易东组出餐厅的照片被曝光，陈意涵穿搭随意，走路踉跄，似乎喝高了。随后陈意涵醉意微醺，来到某位神秘白衣男子身边，从身后环绕，并将头轻轻地依靠在男子肩上。陈意涵外套不小心从身上脱落，随后陈意涵将其捡起放在这位男子身上。男子接过衣服后牵起陈意涵的小手，两人一直漫步到车旁边。这一路上二位如胶似漆，在陈意涵上车前更是挽住了男子的臂膀，随后来到车前坐上后座，男子将其安排好后也上车坐在了陈意涵旁边，之后几人乘车离开。